大家好，我们给兰花追肥其实一般呢都是以这个叶肥为主，但是在给它追施叶肥的时候呢，很多花也会反映追施叶肥的效果不好，其实呢是因为你这几点没有做好而造成的。那么给兰花追施叶肥，我们只要做好了这四点，不仅效果加倍，植株还能够长得更旺。那么是哪四点要做好呢？那么我们就以这个兰科专用的有机营养液为例。首先呢，我们稀释的倍数是非常关键的，这个倍数呢一定不能够过高，过高的话呢很容易伤根。我们呢按照正常比例稀释500到1000倍左右来使用就可以了。然后呢我们再来搅拌均匀，给它灌根就可以了。那么第二点就是，我们在给它追施这个叶肥的时候呢，一定不要选择在傍晚的时候给它追施叶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像这种叶肥的话呢，一般都是属于一些速效性的肥料，它在有光合作用的时候呢才能够被植株所吸收，如果没有光合作用，植株根本就吸收不了。所以这就是很多花友为什么用肥的时候没有效果的原因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最好就是选择在清晨的时候给它施肥，在这个时间是最为合适的。第三点要注意，就是盆土如果过于干燥，我们不能够给它大水浇灌，因为盆土里面的水含量太高再来施肥的话是没有什么效果的。我们在盆土特别干燥的时候，可以先用喷壶给它在盆土表面适当的喷润一点，然后呢我们再来追施叶肥就可以了。那么第四点就是，在前一天如果我们追施了叶肥，第二天一定要给它追施一次回水，就是用清水浇灌冲走多余的这个肥料。所以给兰花追施叶肥的时候呢，我们做好这四点，不仅肥效能够得到保证，而且呢又可以促进植株的生长，又不容易产生肥害。好啦，本期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